老板啊，您回来了，有人去投行了吗？是素环金去投行，什么都不去，偏偏去的是素环金，伊是苦境的领导人呢，伊的道行必定损及苦境众人的权益，伊凭什么用苦境广大权益来换取您的性命？素环金是利用伊自身的自由利益来换取阮十个人的性命，伊并无出卖苦境，无错。素环金并无出卖苦境，伊是牺牲自己。但巧王在伊面上留下一道血痕，啊！伊在武林走动，找出反背伊的分子，向伊报告。素环金最了不起，现在无出卖，以后嘛是出卖大家。您讲这是什么话啊？素环金的今日是为了救咱大家，才被黑落，才能反过头质疑伊的出卖人。伊面上那道黑落无简单。巧王，你控制素环金时，你也看到了，素环金拢疼到跪地了，疼一处两针、两处、三处。你认为素环金也当轻刀救啊？出卖咱大家是早晚的啊！什么？竟有这种的事情？那以后看到素环金都要闪较远的，要那无让伊看咱未顺眼，去甲咱走一步啊，就死咯。素环金不是这种人，伊是武林的栋梁。苦境的希望，就因为伊是素环金，所以影响就愈大。徛在什么位置，就爱做什么款的觉悟。而且这个世上本就是能力愈大的人，责任愈大，所以叫伊是素环金。恁太可悲了！你这是看不清现实的可怜人。现实就是苦境的因素环金而民心动摇，这就是结果，伊终成千古罪人。你讲得无错，咱来去问素环金，看要怎样交代。恁哦，对啊对啊，头家啊，你莫伤激动，你的心脏病要发作了，紧找大夫，紧来去找大夫啊！头家啊，你那健忘，人哋问素环金都好因去咩，伊也袂检测吧？为什么要跟人离遐近？你看嘞，今仔正甲中风啊，有记得吗？你是怎样想呀？你素环金比挂我的肉一疼，因是凭什么你素环金？人若有嘴就会当面，也会凭什么呀？连听人讲的，嘛当讲甲一支病出来，你跟人离遐近，这只根本无意义啊！客人只是想将素环金迷倒，还唬别人以为因这是钓鱼，因就是欺负素环金，不想为自己辩解，一直在抹黑素环金。总之啊，只要我有一口气，我就要替素环金争到底。头家啊，你中风呢，想要再战五百年，想将中风医好，我就是要讲，又冒气了，紧帮我为健康那边放血啊！哇，嘴大，想要来啉一杯茶，那茶盏变成这样。素环金，素环金，老板啊，伊那变成这样，阮头家为你素环金，甲人伫遐争辩，变成了中风咯。吃这吧，这比较好。素环金是大名医。一定要马上治好我的中风，紧摕来给我吃。真凉，我规个鼻拢通了，但是中风敢若无较好呢？那是乎你心情血凉汤降血用的，不是治中风的。中风爱找医生，唔通相信偏方，加上转介迄间中药铺的老师傅，治中风真厉害。你进去找，我去服侍，帮你求神庇佑。素素环金哦，头家，这就是你用性命去为争辩的素环金吗？莫啰嗦了，跟扶我到街上的中药铺找老师傅。好、哦。